然后这个手握，这是手绕的手握，这个先拿着这个绕握，然后拿这儿，然后身体往前倾一点，然后走。这么快吗？要弯腰。其实应该，那就得从那边进。要弯腰，不然他打不到地面。 就是下去的时候要弯腰，来，模仿一波羽绒服有点难受。行走，有点快，走，我来试一下，来，我来，等下，让我睡一等，让我睡一等，你先拉我先，稍微慢一点吧，慢慢慢慢来，加速，走。啊，跳一个不就得走吗？完了，啊，这个绝对。 完了，张哥，立马走，立马走，跳一个就走，等他一个就走，反了吧，反了，看谁再断了，对，跳一个就走。哎呦，这么可太简单了，我怎么连不上啊？哎，从这儿走，从这儿走啊，从这边走，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哦，走这人呢？走这儿是走八字，我还敢跑回去？我傻了，对。 走的时候快一点，张哥，我绝对不是我，没碰到我，是你吗？是张哥，没碰到我，你头撞到了。你摇一下，我好久没试，不是两只手不能。反了，不要摇，它是没有速，不是，不要抡大圈，是这只手来摇，这只手固定。那我来摇，你去跳。不然它会速度会断。好好好，你这只手不能断。不要绕下面，绕后面那只手。 这样不行，你得让这个绳儿尽可能的变成一个弓字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我换一只手。嗯，打不了了。啊，摇绳是门学问，我摇不来。这样啊，这只手绕，这只手，然后呢，这只手拿，然后绕的时候，要往下。你看这个绳它就。反了，反了，反了，哥。刚刚不是这样，左手绕，绕好之后，右手拿住，然后跟着摇一摇。这样就行了。对。 赶紧的，我好久没有跳绳了，回到我小学的时候了。来，丁哥先。你们不要遥控绳啊！三，二，这人，哎，你怎么走过了？还是过去了？快点儿！别怕呀，走啊！不，不要，只要走，他会怕。一，二，三，四。 一，二，走，进，我找不到进，时机，进，进，你随时可以进。一，二，三，快了。不是，不是这样摇，我摇，摇绳，摇绳，这是手控制的。来俩人摇呗，他们俩摇吧，我们俩跳吧。这样摇他是对的，他们俩摇吧。 站近点，对，近点，对，近点，从这边进吗？还是怎么着？从这边进吗？不是，你这是手要在前面一点，弯的时候要一起摇一摇，摇的时候，来吧，那先一排来吧，他的水有点大呢，练习是吧？哎呦我，完了没跟上，等下，练一下。 过来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！不是，我就想说，你绝对第一个淘汰。这东西，我就是小学我从来不会断。没有，谁会断？我还小心下沉，好紧张！来断呢？你走啊！我天哪，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哎呀！快点，快点！小学我从来不会断。 你怎么不好好摇？这只手不能动。丁哥，你先走，我先走。我举报是他扰乱我。我请的，我请的。来了，亚轩。
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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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烦啊！这球没了，我没了，好累，没了。虽然我的姿势有点丑。完了马克，完了马克。完了，没得打了，完了完了。哎，杨翔是不是从这儿接啊？看他们跳球吧，那球过来了，不是。下一个我猜张元，这没办法啊，我才过来。哇，救命！看这个，好吧。太累了，主要爬得好累啊，太花了。你们两个在里面，刚我刚刚他就进去了。哎呦，太不是太这个速度，把握好了就好了。他在比赛呢，他在比赛。哇，加速了，好的淘汰了。嗯，这么菜。要不然我们先去做饭，一会儿我觉得还有这些人。这有什么？我想加进去一起玩哎。我也想加进去。来吧，一起吧，太无聊了。哎，好累啊。哎，别压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你别去套。哎，有一个，弄别人的办法就是，我摇的时候我就直接往你不要摇大头上，这儿摇。我是真的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是这个人不好好摇。我也感觉他是完全没好好摇，我还没进去，我头都没进，有点眼的神。对，有点眼，有点眼。这么快吗？是。但是神拿多了，一般是这么长。我提前推测，应该是。来，你小时候怎么长的？对，这差不多。我小时候就这么，这差不多。个子也没那么高啊。要进前三就行了，无所谓了。往下打的时候手要往。进前三了吗？第二啊。哦。他说我去啥都进了，完了，感觉结束不了了。哟，第一强不？漂亮！小神 King， 我觉得我这个有一点点胜之不武，是为什么？我只要跟着丁哥跑就行了。小学的时候就是第一个人比较重要。跟你，我跟你，跟你，我只能说有手就行。丁丁，我跳的累死了。你能吗？我可以用这个接触，然后我可以复活是吗？我们能打工作人员吗？让工作人员我们可以砸工作人员吗？让工作人员进来呗。我觉得可以，这样这个玩法就太无聊了。没错。来吧，就我，就我。现在技术的时候到了。这人干嘛呢？这我们学校。在学，在学。打到我了，打到我了，刚刚练习是吧？好好好，算了算了，开始，小徐，等一下，踩住，谁刚刚，哎呀，好险，还有一条，又是上去了，我什么？他把我拉过去挡，你知道吗？我哪有？站住，上去。拉过来打，条件反射，条件反射，接，哎，谁？我杨哥，算了，嘉贤，对不起，我打一个，让我去接，让我去接，哎呀，在哪儿？张元，哎呦，啊，张元，哎，你可以扔了，你能复活吗？对，吃不了，吃了吗？吃了。马哥，你快让开，我要打中原。二，双选死。定了，张哥回来，还能定吗？可以定，张哥可以接。我要复活，张哥。哎，可以复活吧？可以的。差一点，你不要往下扔，哥。好，来个定啊。差一点。
他让再低低一点，我就知道。定啥？定什么定？啊啊！快接！没事没事没事。漂亮了，多一条命，可以吧？可以。等一下，等他缓一下，等他们缓一缓。来高的。定。哇！先砸到了吧？四条命。不是，这是也接住，接住。其实我也没掉，我一掉就可以啊。漂亮。四条命。完了，兄弟们，我来给你们接球。哦，完了。一三条，他俩都可以上来了。三条，我把双旋复活了。我来人吧，我把三旋复活了。完了，来个人。复活没有没有，哎，不是可以复活吗？哦，我先一会儿。张哥来个定。张哥定不了。啊！你没有了，你碰到了，碰到了。我还有两条啊。哇！你好厉害。幺二只有两条命。真事儿，再让我接一次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赢了！后面来个人拦一下。角落里狗。对对对，狗嘛狗嘛狗嘛。对，哎呦，差一点。嗯，没事吗？跳不远。你进我脚。对。拦住了。你是蹲着是什么意思啊？你。马哥还有一条。我还有一条，还有一条。我还有两条，后来三条，三圈只有一条，丢了两条。哎，厉害，也可以，想着马哥的三条。这是什么呀？压袜。定，哎呦，没定到，我真的太重了。定，你还想定？哦，马哥打到了吧？马哥怎么打到了？这样擦过去的，擦过去，擦到你身上。那你擦这样算吗？也算吗？算，只要是你要复活吗？复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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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哥，我还有两条。完了，我这往水坑里扔要怎么？你往上丢一点，哥啊！你看好啊！往上一点丢，我就进了。哇！你往上丢一点，哥啊！不不，对不起，有点猛。对对对对，我没接他干嘛？背面背对。哎，这动了是不是算呀？不算不算，动了就是动了就算。中枢角没动，中枢角没动。对对对，真的吗？还要复活吗？我复活马哥，还来啊？你不来了？复活我了啊？哎，我扔的，你扔的。哎，耶！那耀文是不是算淘汰？我有两条命，我现在只有一条嘛。对，我三条命，然后丁哥三条命。哇！啊！啊！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没了，没了，我残疾啊！丁哥要复活吗？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亚轩回来，我就知道。哎，他还能复活阶段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复活十秒无敌，我好无奈啊！我得去接，无敌了！啊！一个沙包给 我不能这么猛了，对不起大家。太强了，张哥。没事没事，你要想吃饭了，你直说啊，张哥。哎，我们换一面，杨翔。我们换人，然后人，不然很容易就是。你翻出去。张哥想做饭了。看我怎么来复活所有人。啊！你先来吧。啊，来吧来吧，来个人。小妹。等一下，你没站好。你又下。没站好，没站好，鬼没站好呢，鬼没站好，好，没站好，再来一次吧。啊！这个被打到还有什么附加伤害啊？吃。哎呦，惊险！真的强啊！哎呦，惊险！
不让你复活，他跟我们是一队的，你得让两个鬼来。没有，我们复活的，复活只有一条。那我到底算啥呀？对啊，到底是跟我们还是当鬼？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下去就当鬼了？对啊，我就是快乐就行是吗？亚轩。这个干嘛、啊？三个这个回马枪很帅，马哥下去。我两条，我两条。三个累不累？对。没中谁了？肯定两个吧？没有，我没有。我有点骚啊，我这个走位。谁啊？你觉得小亚轩？你觉得我是哪儿呢？哼，要差一点啊！完了，完了，没了，我想接的。啊！完了！啊！完了！哎，丁哥掉了，丁哥还有几条命？没命，剩两个，两个有点难扔这两个。定。再过。要我这个动了，就飞了，这个直接。操你直接飞了都。你来扔吧，丁哥，来吧。感觉。丁哥上来就别想捡了。加油！哦，哦 ，nice， 完了，对我真不友好。哇哦！很开心能够能得第一名，对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天地农村运动会第一届就到此结束了。Yes， 感谢各位运动员的这个付出哈。对，下雨了，谢谢各位。好雨知时节，来吧，我们回去做饭吧。走走走，走吧，把板收了，把板收了。这是我的石头。哎呀，我知道是买三，大哥叫石头起来。你买了两条，买了两条，买了。啊，我能有多骄傲，不堪一击好不好。一再演一遍，快快一会儿快说演一遍。这鱼怎么来的？这个这么大肥美的鱼就是我钓的。你钓它的累不累？这条不是我们钓的吗？我拉它的时候你知道吗？我钓的，我钓的，我一个人钓的。大哥，你又大哥是谁啊？我是大哥吗？钓了十条，我弟弟，我钓了十条是吗？大哥，大哥，然后买了两条，别人买走了两条。哦，别人买了我两条啊？不，买了八条。买了八条啊？哦，这样啊？好吧，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买的。这个鸡确实是我抓的。我大哥，大哥，我看见就行。是我抓的，但是不是我脱毛的。你抓的？真的是我抓的。真的是我抓的。你能抓？拿网子抓的。板栗是我们超市里买的，是吗？小卖部里。啊，不是上山采的吗？真的是上山采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当时采了好像遇到好多那种。我不信能采到这种。你什么不信啊？板栗好像不是这样，上山采的板栗好像不是这样。怎么不是这样的？虽然不是在树上摘的，但是是在。你们也是啊，原来。哈哈哈。其实我们金是实打实的做的。哎，我们是地上捡的。不是拿网捞的吗？不是啊，那是抓的。那鸡在买就不合适了吧？但是大多数是在地上捡。山楂是我们抓的，这堆都是我弄的。硬的吧，是吧？只要硬就行，是吧？好，就直接生吃。那我想做叫花鸡。板栗鸡怎么做？就是炖它就行了，不用管它做。能不能让小朋友做？我做鱼。没事，我自愿，我自愿。相信我，我可以。想做菜的请举手。我自愿，我要做叫花鸡。我现在就做菜的请举手。我是自由人，睡觉人。我也是自由。我也想自由。什么呀？我好自由。什么呀？不能好自由。我要做叫花鸡。谁要做鱼？你要跟我做叫花鸡吗，马哥？哎，我跟你做鱼吧，要不然。过来，来，
那张哥，我给你做板栗。小滑梯，板栗。我要挑战。我帮你拿板栗，我帮你拿板栗，我做鸡蛋吗？